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很失望，因為今天我假設是什麼都不會老的。不是啊，你是來自印度的。他們說我吃粒東西好像 Indomie。 不是啊，不吃粒東西都像Indomie。怎麼做到呢？其實你是去參加那個世界小姐競選，你是贏硬的，我覺得幸好你沒有去參選，不然老公就沒得跟你結婚了。我也不會相識到你，你有沒有入到 Now TV？ 哇，那就大家沒有一個女神，女神又爆炸了。Cup Cup 沒事了，拜拜。